头。烟头，烟头掉的。烟头也能掉啊？对啊，烟头也可以掉。他要吃烟的，其实他有烟，他有烟瘾，但他是有烟瘾的，是吧？他把硝烟给摧毁了，不过还是隐约可见。他把硝烟给摧毁了。Well， 你看他又被烟头也掉到里面了。哎。